泥土哥哥，请问一下，这一周的宝可梦是什么活动呢？这周的宝可梦是永续发展周。那请问一下，永续发展周你做了什么粘土？这次的永续发展周新登场的宝可梦是田鼠族，我做了3个田鼠族。哇，那田鼠族是什么属性的？田鼠族的属性是草属性的宝可梦。草属性哦。对。那我好想要这个粘土作品哦。那如果你想要这个粘土作品的话呢，现在有开放抽奖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加入上这一个粉丝专页，这是我新创的粉丝专页，名字叫做粘土哥哥捏泥的企鹅君。那里面的话会有我时不时分享的粘土作品，那你们可以来参加看看抽奖活动。